经微凉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此生不悔，捧出着你的地方刻下纠缠印痕，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着句点，思念在一瞬间倾倒地平线。谎言在歌唱，大地在缄默，我已穿透海，尘埃中花开，有呼望的天，誓言追光阴，灵魂在寻找时间缝隙和你的方苍天在上，山河为证。洛川玲珑天耀，愿取广寒门素颜为妻。朝朝暮暮，长见长欢，生生世世，永不分离。天要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，我要用你的龙鳞制一身铠甲，去护我真正的爱人。真正的爱人，原来这场婚礼是你的葬礼。呀！
能死在我手里，你该高兴。把护心灵交出来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丹北合一，快给我！你个算计图谋，简直徒劳无功！你没有了护心灵，也不过是强弩之末。看我将你肢解于大江南北，封印你有生有世。安阳无忧，救不了你天生的心口残缺。听人说，这条河能让人重获新生。但愿上天垂怜，你能如大雁南飞，有朝一日还能再回。记事起，便四处流浪，从未吃饱穿暖。我常常做梦，梦里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，有热腾腾的饭菜，有会抱着我的爹娘。我好想跟其他人一样，也有个家。我以为这只会是梦，直到有个陈兴山的仙人将我带了回去。他背着我，告诉我从今往后，陈兴山就是我的家。师父，你看这个小女孩，她好可怜啊。你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。从今往后，陈兴山就是你的家。我的家。20年前，广寒门门主素影真人斩杀妖龙，妖族从此衰落。我辈玄门人更当珍惜当下，努力修炼，不得落后，都知道吗？一年一度的试炼就要开始了，大家都在辟谷，就你口腹之欲还如此旺盛。紫月师姐，都两顿饭没吃了，太饿了。你不是来这辟谷的吗？是啊，你上山10年，除了体术还会什么？连石海都未开，一点灵力都没有。与你一同进门的其他山峰师兄弟们早就是四星弟子，就你还挂着一颗星。御剑也不会。师姐，你别难为他了。是啊，石海都未开的人怎么可能会御剑呢？就是啊。谁说我不会？他会御剑啊！对了，我虽识海未开，借环境灵力御剑飞行还是会的。喂，那是我的剑，叶魂，你把剑还给我。正邪就在一念间，是人是妖心念转，吵死了。随缘在世，随遇而安，只要心态好。开饭了。来来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啊！多谢。
妙文，你咋不住这儿啊？啊，对，就是，你说你们，陈青山弟子年年都来敝国，你也年年都过来一趟，其实就是为了吃我们牢房的包子吧？我知道你爹娘为什么不要你了，一定是你太能吃了。你就是在这胡说，师傅说我天生心口残缺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爹娘他不要我的。心口残缺？那你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当然是他师傅治好的啦。舒服吗？不舒服。你哪不舒服啊？我耳朵不舒服。那我给你采个。我不采。燕回仙长，这个仙院每天都念念叨叨的，我头都要炸了。你就把他关了吧。就是啊，把他关了吧。不行，这个仙院是由证明心法演变而来，能洗涤你们的心灵，帮你们消除戾气，有助于你们修行。胡说八道。我没胡说啊，你看他来的时候凶神恶煞的，吓坏不少小妖怪。你看现在眉清目秀的是吧？是吧？哇，你也变美了。真的啊？嗯，这包子我也吃饱了，我那个按摩也按摩完了，我回去先修炼了啊。哎，等，嗯，着什么急嘛？就你那个体术，我觉得练不练两可，就训练到头也就那么回事。啊，对了，燕回仙长，你说过你要给我们尘缘昭雪，这来年雪都化了，我们还在这蹲着呢。我要回青丘，不能再拖了。哎呀，抓你们的呢是戒律堂，现在戒律堂是由凌飞师叔把持着。我是听说师叔一直在抓九尾狐，都追了20年了还没找到。哎呀，师叔都魔怔了。你呀，不也是因为这个才进来的吗？你现在出去，没准小命就没了。就是。你们放心，等我师父出关了，他一定替你们做主啊。你就别提你师父了，你师父都多少年没出关了。而且自从素云斩杀妖龙，你们学门啊，都以他马首是瞻，谁还听陈青山的？哼，对。说什么呢？戒律堂长老驾到。糟了。秋那只九尾狐到底藏在我玄门的何方地界？我不知道。等，我再问一次，九尾狐在哪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说这些小狐狸眼看着就刚刚化形，他们怎么能知道九尾狐在哪儿啊？再打！仙长别打了，九尾狐乃青丘王族，他的行踪你即便打死了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别说了，把他拖出来。一起打！住手！你们还好吧？啊，凌飞师叔，如此行事怕是不妥吧？你就是凌霄座下仅有异性的弟子？是。你跟他们混到一起，竟然还敢帮一只妖说话？敢问师叔，这些妖怪犯了何事，要遭如此酷刑？区区狐妖，莫说是一顿鞭打，我就是把他们都杀了，整个陈星山也没有人敢说我半句不是。那我便要说一句，师叔干的不是人事儿。
戒律堂杀妖，可由不得你。让开！你住手！你竟然敢滥杀无辜！妖，何谈无辜？我想杀皆可杀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，把这些狐精熊怪全都杀光！小妖怪！邪术，是啊，我怎么会这灵力法术？燕回，师叔，你着火了！灭火！走啊，帮灭火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小灵，果然是你，有情有义，好快走吧！师叔，燕回放走了囚犯，怎么办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，师叔？怎么办啊？走开！混账东西，我要你死！这燕回私访妖邪，修习妖术，气焰嚣张，不服管教，在场众人皆有所目，实在是不可姑息。掌门，师父所言句句属实，燕回实在太过大胆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对同门师叔动手，倒是越发目无尊长，肆意妄为。我释放了妖怪，但我没有修行妖术，而且那些妖怪都是无辜的，还敢狡辩？整个陈兴山都知道我识海未开，没有灵力，只能使用周遭灵气。我也不知为何今日竟然如此。燕回，与陨星台禁闭，择日再行处罚。
前那个法术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又使不出来了？燕回，师父，你可知错？意外炸毁锁妖塔，令同门受惊，是我的错。但放走妖怪，我问心无愧。师父，您闭关期间，凌飞无论对错，抓了许多无辜的妖怪。本来想等您出关再向您禀报，但今日凌飞无论是非滥杀无辜，燕回实在看不下去了。燕回幼时在山下流浪，所见所闻，只觉人妖并无区别，是人是妖，不看身份，看本心。我以为妖的心里……师父，你也觉得燕回错了？即日起，你便不再是陈兴山弟子。师父，是戒律堂长老们的意思吗？让你下山，是我的意思。师父。从今往后，陈兴山就是你的家，不用再担心饿着冻着。我会教你读书、认字，先从你自己的名字开始。紫月师姐，没想到你还会来给我送行呢。谁愿意给你这个阴性弟子送行？你这些破铜烂铁，我看着就心烦，还不赶紧拿走。既然你都说是破铜烂铁了，那这些东西不要也罢。道不同，不为谋。没想到一使个火就被赶下来了。哎，十年的安稳够了，接下来你要去过自己的生活了。嗯，
包子。好嘞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，五，六个，三十个。不是三文钱一个吗？三文是馒头，没馅儿的馒头。有馅儿的五文。之前才三文钱。那都哪一年？那个时候你，那么多年前，这些年来，物价飞涨啊，肉也涨价，原材料也涨价，就是工钱不涨。你这是抢钱？我抢钱？我抢的是你拿的钱，我不给你包子叫抢钱。我看你是陈英山上的弟子是吧？嗯。多少年没下来了？买不买？十文钱够买几个包子啊？加上你嘴里那个，一共两个。怎么办啊，身无分文。要不然去永州找贤哥吧。可是到永州的路上也有路费啊，我不相信我自己会不会饿死。七绝堂。知天知地知人所求，七绝堂0177号客服恭迎客官，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呢？我听说你们七绝堂消息灵通，我想问有没有什么赚钱的法子。好的呢金，不过问问题之前要先支付一两黄金。又金黄金。嗯，看来咱俩是同行啊。嗯，那敢问客官是做什么大生意的呢？抢钱。客官真会开玩笑。友情提示哦，这个桌子价值30文银，下手一定要轻点哦。这个够不够？够了呢亲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骗我？七绝堂江湖连锁，童叟无欺哦。绝不让你做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。嗯嗯，只有六绝啊！最后一绝只有我们大老板知道哦。友情提示，您手上的物件只够再问一个问题喽，亲。我要赚大钱。捉妖悬赏令，这是最贵的一单。早知如此，就该把那堆破铜烂铁拿着了，也不至于现在连个重要的东西都没有。我的88斤呢？我都在这山里走了5、6、7、8天了，说好的巨型蛇妖杀人不眨眼，妖气冲天呢？你倒是出来，你倒是出来让我看看啊！哎，赚钱。怎么这么难？此地灵气贫瘠，若那蛇妖不是脑子有问题的话，也不会在这儿修炼吧？这榜单上的地址是不是写错了呀？
你还跑？让你跑，嗯？你还跑不跑？跑不跑？问你话呢。我和你也没什么深仇大怨，只不过讨个生活而已。我呀，接了周家的宝，要找个东西，把你偷的流火珠还回来，我就不杀。周家给你多少？我愿意出三倍。三倍？哟，你这个妖怪还真贿赂呢。八十八的三倍是多少？268斤。264斤，那我可以买多少包子呀？都什么包？一个包子5文钱，你买了200斤的包子，你不如开个包子铺吧。言之有理啊。成心的，护心莲上竟被玄门大宗师加持了如此厉害的封印。如今毫无灵力，无法解开，看来只能先取得他的信任，再做打算。师父，到底是绑我还是帮我呀？这药妆也扔个舒服点的地方呀。那个绑我来的傻子，你个傻子眼里这么多戏。等等，没看我被绑着呀？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地上，要我怎么吃？你喂猪啊？
这馒头有毒吗？馒头要蘸咸菜，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老婆，表明你是犯法了，我看你面下次不跟你计较了，你只要把我放了，我走了，这事就算了了，啊、嗯？嗯，走走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们宴会是玄门的，就有条百年蛇妖到这儿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把它打伤了，估计就在你们村哪个犄角旮旯里，变成人跟你们混在一起，天天吸你们身上的生气。你要把我放了，不然没人抓他，到时候你们村要是出了大麻烦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哎，你是傻还是哑？等等，我还有半块馒头没吃完呢。终于等到圣亲，我怎会放你走？你没有了护心灵，也不过是强弩之末，从此再也无法祸乱人间。护心灵我早晚都会取得，你这不死之身，天地难容。今日便替天行道，拆你龙身，剥你龙鳞，散于天下，风雨五行。快离开这里，危险，快走啊！这方向我看不清，发人尽力似陷阱亮起，赤峰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
心不散离落烟灰消舍，画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丰富过一生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四月，终难成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深情不变，聚散总容易，细数相识烟雨无尽。飞花坠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，带着你的回忆盛满了就像看尽恋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事情难解。